好像不是演唱会，就是一个一很高爆的气氛。那是演唱会的是第一次，我也是第一次参与他的前辈的那个嘉宾，很开心。刚刚上去感觉怎么现场的很厉害，哇，很厉害，对，兴奋。这里叫什么地方？文华东方。我知道。咖啡店，咖啡店，文华东方的咖啡店。那么多咖啡店，给他说一楼。要看人家也找不找我。哦，找的话就当然可以。刚刚都说谁在唱，声音比较大。然后就谁就是谁走音没有在唱，没有走音，没有每一个人，我们这个麦不够，但是我们来直接往后轮流，对，每个人很熟了，对，这个你谁都总在唱的，总在唱的，三个人没懂，每一个人都唱。这是校长挑朋友这首歌，他决定的，校长的歌没有不会唱的，字幕都在那边了。事前有彩排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也是神秘的嘛，我们是神秘的，今天出现，他知道他会出现。这是如果我们今天一直在宣传没有排练的事情，不是不重点，重点就是很高兴的。你看到你是不是唱歌的部分，就是我们一直在台上是很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对，一起来。这到今天到现在为止，最后一场这样一连。你们是好多场，然后你们今天也跑一整天了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很累？我觉得不错。其实今天不累，就是我们跟齐岩齐传的，就是因为齐岩也是分开他们两个最痛苦，然后我们家门，然后他妈妈可以分开长自己的那个访问嘛，越来越痛苦啦，越来越痛苦。对，但是后面的现在越来越痛苦。没有了，就开心了。虽然很多访问，但是这蛮有意义的。我觉得可以跟兄弟一起跟着我们志伟哥，我们刚才都有谈，我们讲掌门人员的，你们不知道讲谁的，所以我们就改了志伟哥。因为本来是应该是很累的，但是哇，一直做，然后刚刚去吃饭又不用付钱，出去都买单了，对，出去买单，对，还拿了两盒面给我们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出席啊。他人有来吗？没有，但是他已经安排好了。哦，对呀，他要送面。对，出去同志嘛，你不是啊？我们本来点了八个菜，他一打回来说就叫请客，我们点了18个了，因为还拿了2箱面走啊，干面。对，然后陈小春赌球又赢了，哎呦，真是不得了，很厉害，不能讲是吧？哦，不能讲。对，后来又重遇他的以前的女朋友，哇，很开心的事情啊。对，但是不能写。没有了。那其实他们都是谭咏麟的 fans， 今天能够跟他同台唱歌，他们真的很兴奋。对。今天有满周岁嘛，大家也对庆祝一下。那是明天我们还有。刚刚一见才说从来没有干杯干了那么大杯，刚刚我们一来就没得干杯这么大。因为刚刚明天飞机不飞，因为刚刚什么？天气已经很糟。我们不是飞香港，飞北京。对。本来我们明天是首映的，后来我们取消了，因为那个风太恐怖了。我们以为你们可以多留半天。对啊。已经多留半天了。本来是6点钟的飞机啊，现在是晚上6点。那还是可以休息一下，今晚可以买醉一下，可以休息一下。比如说今天晚上可以喝多一点。那你们五位兄弟谁的酒量最？谁酒量比较好？哇！太爷。导演的脸看起来就很爱喝的样子。对。这么贱吗？有。没有。他们五个人，这里五个人了，五个人有一个酒量最好，但是你一问他，他就说不是啊，这个就是谢天华，是啊，那谁的酒量最差？对，混酒后会失态之类的，没有照亮，啊 low 了应该是，酒量。谢天华试过有一次，你知道吗？他喝醉酒了，然后很晚的没回家，老婆呢？弄好行李要回娘家了，然后他拿行李到楼下的时候，有一个蜘蛛在旁边，咣撞了，
然后他就下车，他看见老婆，老婆你又喝醉了，没有啊，真的假的？相信我，我相信我，怎么办？我相信全家的人都知道的这个笑话，那当然是真的啦。这是你最离谱的喝醉酒经验，喝醉酒都不知道是自己喝醉的，有看过彼此失态吗？喝醉酒。